蔡翠妍的爸爸今个月23号生日，出名孝顺的乖女阿 Sam 每年都会同爸爸庆祝，今年都不例外。日前好友杨玉梅就在社交平台铺上，原来阿 Sam 帮爸爸搞了个生日 party。而同阿 Sam 拍拖两年半，感情相当稳定的石行聪呢日亦都高调现身，仲主动搭住 Sam 爸嘅膊头影相，睇嚟佢哋嘅关系都好好、啊。至于有爱情滋润的阿 Sam 就笑得特别甜，仲为爸爸准备了4个蛋糕添。唔知 Sam 爸嘅生日愿望会唔会系想个女快啲嫁得出呢？